终于等到这天了，来取票坐飞机了。在越南啊，它很奇特，坐火车的都是有钱人，坐飞机的反而是穷人。所以我们选好自己的人设是穷人，我们就要坐飞机。是的。那师傅，等一下11点钟到达胡志明，我们是12点钟到达胡志明，跟他相差不远，那敬请期待我们的旅行。方军，一双拖鞋走天下。没办法，这几天赶路，搞得衣服也没洗，鞋子也没穿，只能穿拖鞋，穿大裤衩，穿背心了。笑得真灿烂。是，还是阿姨不是朝我们笑了，咱们制作都勤了。方军现在在询问他的行李箱到底什么价格。我里面就一个背包。那背包怎么办？拿出来嘛。拿出来，然后呢？没事。他那个箱子呢？箱子应该不要钱。箱子应该不要，就这么多东西。你先看看那个是说的是什么，来，你们两个人行另一个的可以吗 ？OK。对，我拿一个给我老婆拿。对吧？拿身上是吧？对。可以。最近帮我们办掉三个，然后我都看到人家护照也是有一个国徽，中国。你们也是去胡志明吗？对。有办了啊。来，马哥，你的留。来。还有一本，哦，虫子拿了是吧？拿好。啊，我们现在要走喽，拿好机票，看到机票，哎，这机票又全部都是伊拉伯数字。五号登机口。差一点就看不懂了。这上面写的是说5号，但是我们不知道这5号的位置是在哪里。问一下这客服人员。问一下。从那没有吃早餐，整个人是晕晕的。这里过安检喽。哎，对，走，你先去。过安检了，这里就不方便拍摄了哈。这充电宝估计，哎呀，刚刚过完了那个安检哈。哎呦，哇，谁在骂我？还好有胖军哈，没胖军的话我就是个文盲。我也才坐了2次飞机啊，跟着胖军混3天饿9顿。看来虫虫对我们有意见了啊。对，开始对达哥俩有意见了啊。找到五号了，看五号在哪里。你是非常的享受，反正这两个男人都会安排好一切。五号到了，确定是这里吗？问一下吗？我有点不太相信。翻一下票。对，工程你看懂了吗？5号 Alan G， 我也知道那个，但那个我不知道怎么弄啊。是这个5号吧？你是中国的吗？我不是，就越南的。我是马来西亚。中文讲得很好。马来西亚全部中文。马来西亚全部都是中文吗？小到大都，小学就开始读中文了。哇，那我们得去马来西亚，为我们的祖国点赞。好，我们现在吃早餐。哇。多少钱一碗？12万9，12万就是30块嘛。吃2碗吧，吃不了。啊？没事，吃嘛，还有2个小时呢。吃哪个？这个是什么种？不要吃那些太油了。这种接着海鲜看到了就吐。他们这边的都清淡。咱们吃顿早餐在这里花了40多万，一顿早餐又去了40多万。等一下。他说还有香菜没拿过来。哦，还要戴手套啊！哦，都是吃这种生菜、生叶子的菜哈。啊，哪一个是我们的？这个是应该是你的，钟钟。这个是我的，我是点的辣的。这个是你的。哎，对。这个是我的。对。这个是你的。我们俩点的是一样的。没有吧？我是只是放了一点辣椒。来，干饭了。干饭人走到哪里都记得干饭啊。生菜你们不吃吗？不吃我吃了啊。你吃。人走多劳，方军你要多吃点。这生豆芽怎么吃呢？不知道。在我们家的话，吃生豆芽的话很容易生病的。对。在这边的话，吃生豆芽吃的好玩似的。我们要开始吃面了。吃完面，等一下我们就坐在这里休息，等待着10点10分的飞机票。因为早上太早起来，所以都累了。然后在这个吃饭的地方都躺一下睡一会儿觉，我在这里看着包，还有2个小时就可以登机了。现在是9:24，距离我们
开始减掉，马上就要开始了。他们两个呢，还睡得好香啊。起床了，上飞机。9点半。这么快吗？你看，现在他们已经排队了。我们要检票喽。到了飞机上找乘务员嘛，知道吧？飞机上找乘务员，然后让他告诉我们就行了。他说是37F。这37F 125，37D 是吧？呵呵，这是拖行李的车子。好嘞，现在的话，准备进入机舱了。看我带的是小箱子，小箱子别带了。哦。Yeah, and 这边。你从哪里？我这里。37。虫虫没给你换啊？虫虫在这边。不是挨着的吗？他肯定是在中间嘛，我们的飞机。哇、哦，这个飞机更大，37F37。哎呀，坐到最后面去了，走到了。不是不那个吗？不盖起来吗？要盖，要盖。黄俊，帮个忙，丢。上。哎呀，我们黄俊点赞呢。经过2个小时50分钟，我们终于来到了胡志明。在胡志明的话，师傅刚才在早上8点多钟的时候给我发了个信息，说他已经到了胡志明。现在是中午十二点多钟，我们比刚才晚了几个小时。酒店很近啊，只有4公里。酒店就4公里。哦，好，那我们现在是在等待着舱门。开舱门，开了舱门之后，我们立马就下飞机，走路去吧。你走路，我们俩坐车吧。啊，拉一下，对，聪明。个子高了有好处。个子高就是有好处。然后带了一个高个子。对。马哥也不低啊。天塌下来，个子高的顶着。哇，好多人呀！我们叫 taxi， 好急好急！刚从洗手间出来，但是出口不知道到哪里去找。出口看不懂，只看到这后面的话，箭头一直往那边。但那边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出口？等一下我们去走走看一看。出口就在前方，胜利指日可待。哇，这一出来。第一个感觉就是这里面真的好热好热，河内那边的话这种衣服还能穿得下，现在这里这种衣服都穿不下。方俊，这次打车注意点哈，看看有没有压表啊。大的价钱小的贵一点啊，一样的吗？他的表呢？这不是专业的计程车哦。是，应该是这个吗？这个、那个是LED 屏的吧，不可能，还是联想的，你看，不可能，它就还没开始就12万了吗？那是12000，好不好？嗯，12000是吧？这个经过昨天那一下，我整个人都清醒。没事，这是学经验嘛。这这里真的要好很多耶。马哥万退一位，就是千嘛。12000。经过昨天那一下的话，每次坐的士我都清醒了。这边的房子明显看起来要漂亮很多，更富有个性啊。每栋房子就是不像在河内的房子它是那么的窄，可能是这边的经济更加好吧。虽然胡志明它不是首都，但是它远远超过河内首都，这属于越南第一大城市。在哪里？还是在哪里？他宾馆是哪里啊？打电话。你等一下，又要搞3个小时。哇，是这里啊？
在二楼。哦，强哥。强哥的母。强哥的爸。几天不见，又见面了。这几天不见了。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。这个马，两匹马真的是耍也耍不掉。那你耍得了啊？是啊，我们飞奔过来。那个衣服呢？谢谢，谢谢帮我们拿衣服。你那个房间上有的算。在哪？三楼。就上一楼，上一楼不要过去是吧？你就在几号房？我就跟他一起。在几号房？靠这边，房间的。大哥嘞？这边对吧？那个房，靠这边。啊，左边那个。对好嘞。嗯，快去吧。大哥嘞？大哥嘞？我们楼上。啊？楼上。楼上。大金子。等一下，我们先看一个我们。看看，哇，还有一个梳妆台，哇，太方便了。哇，哎呀，真的是有家的感觉了。对。哎，真挺好，这个房间。哎，这个房间还不贵。多少？不贵。这个房间好像有点像长方形。嗯。这里是一个床铺。对。这里应该是洗手间。对。哦，这是，哇，这个画，这是个民宿啊，我特别喜欢这种画，一直没把它放下来。